Hello， 大家好，又跟你们见面啦。还是像往常一样，我今天呢还在英国的曼彻斯特。我特别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啊，王菲菲导演被本次西班牙圣斯巴斯提安电影节所提名了，所以我今天啊要去 Harvey Nichols 为他选择一样精心的小礼物。喜欢喝高品质的酒，那么今天啊，我就准备在曼彻斯特的 Harvey Nichols 给他选几瓶好酒，带到圣斯巴斯提安去送给他。Might be Remy Martin next XO, Thank you. 买好了，我们要准备去圣斯巴斯蒂安了。